都是我，只是我也累了。最近我常在想，为什么人非得活得那么辛苦，才能得到那么一点简单的小幸福？完了，你真的累了。哎，他是我的典范哎！脑袋进水，扣我来干嘛啦？猜猜看啦！本小姐没空跟你猜谜，要讲不讲，快点讲好不好？哎，你就是这种啊嚣张跋扈的态度啊，才会让琳达给赶了出来，你知道吧？你现在讲个屁用啊！当初教育走他的时候，干嘛不讲啊？你有请教我吗？ 你没有啊，所以我就帮你上演艺圈的第一堂课，叫做尊重。如果这样的态度呢没有出来的话，在这一行啊，没人会帮你。不论你的老爸是谁，怎么啦？是工作？陆大鹏的案子正在启动了。老规矩，独家要给我。当然，要是没有你给的反黑潮、小模应援案，我们可能还办不了这次的 case。那还顺利吗？很难说，不过八九不离十。 好，这堂课我上完了，可以帮我了吧？但你还没搞定你老爸哎！你帮我啦！求我啊！拜托！爽！爱迪斯台董事会临时改组。 前主播莉莉上演《公主复仇记》，拉下丈夫李翔的总裁宝座。看来这次李翔真的是被打脸打惨。个性决定命运。李翔这次会输，就是因为他的个性太过冷酷无情了。他身边的人都等着看他倒下去，没有人愿意出来挺他。难怪莉莉会大获全胜。 世足已经播了半个月了，我的拍片基地呢？我们们所进的脚步也不能停下来。赶快约那个苏菲亚，把拍片基地的事情搞定，这样以后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是。 我还在等戏，可能要半夜才收工。那你呢？在做什么？我想你。干嘛？好久不见，想你嘛。不要碰我！啊，我们一起运动好不好？两个人一起比较好玩啊。然后看对象是谁。怎样？对象是我不好吗？我知道你接近我的所有动作都是为了弄丽莎，但很无聊啊。你最好停下来这种幼稚的把戏。你干嘛对我那么凶啊？要不是丽莎喜欢你，我才懒得理你。 你说的要跟你做的一致，你最好不要理我，更不要碰我。我最讨厌你这种整天耍心机的女人呐！你少自以为是啦，只会批评我。你喜欢的丽莎绝对没有比我好到哪里去。你提到关键字，重点就是喜欢，因为我喜欢她。 把东西带着。是。苏小姐，久闻你在文创界的影响力，我敬你。陆先生，你太客气了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。不过既然你急着找我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谁说公务员都没效率呢？啊？先生，我就直说，小张跟你谈这个。 拍片基地整个进度太慢了。陆先生，你们的企划书里要至少5甲地，因又要有山，又要有海，这些都必须要先经过环评、会勘等等。我们的部门预估要5年，这已经算快的了。苏小姐，你有家人吗？你问这个要干嘛？你别紧张，我只是要问你，如果你的家人生病了，你会拖5年再带他们去看病吗？啊？如果是我，5分钟我都等不了。 现在全世界的影剧市场都已经工业化，只有我们连个像样的拍片基地都没有，还要等多久呢？陆先生，我知道你在北部的政商关系良好，但如果赶着要见，何不就近找地，还要特地南下，造成彼此的麻烦？我非要在南部不可。为什么？把影视基地建在北部的好处很多。 至少你交通方便啊！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要把环球影城盖在洛杉矶？我知道，我在那里念过书，因为它离好莱坞很近。那是因为那里气候宜人，非常干燥，非常适合拍片。所以我的拍片基地非要在南部不可。陆先生。 以你的身价和影响力，这区的影视基地不需要你特别劳心伤神啊，你却对此事如此关注，我不能理解。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批判我，不走正途，干尽坏事。当年误入歧途，现在还是可以走回正道啊。 只要你愿意及时回头，没错。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风刀之作，所有的细节我都规划好了。只要你签名盖章，不要1年，我就翻身了，我就不再是人人闻风丧胆的地下头子，而是名副其实的影视大亨。陆先生。 你的气魄和理念我很佩服，但这其中真的牵涉太多的单位了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，你不要为难我。有什么好为难的呢？这对你来说不过举手之劳啊，而你的举手之劳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啊。这忙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帮不了。